慢着啊，从那边过水池到饭堂去。是。师兄，35房就是那玩意儿啊？别说了啊，迟一点就没得吃了。心静体清，步快马稳，身心无浊，勿进宿堂。啊，啊！进宿堂，主持，我想想吃稀饭。跟我来。哦。站到木头上去。转过来，吃啊，全宿堂的碗筷洗干净。头虽矮，但佛法千丈高。出生之毒不足为笑。进宿堂。是。
真了不起。三德，你真了不起啊，练了。